截不住那个电线，我们。那这个行，有点没事，有点没。里面还有人吗？哎，那个不要摸那个电线，很危险！不要摸电线。你的好漂亮。房间，房间。那个瓦斯哎。可以吗？有瓦斯哎。已经看到花莲地区呢，已经传出了这个房屋倾斜，还有苏花公路，多部车辆遭受落石砸中，而且在这个台北地区有捷运停驶，还有我们高铁停驶的这一些灾情传出哈，请相关的部会呢一定要掌握这个黄金救援的时间哈啊，来积极进行人命搜救的工作，那对于受伤的民众做最好的照顾，而且要做这个紧急的安置措施。我要请各位持续的密切关注各地的状况，那么随时启动各项应变工作，守护国人的安全。那么中央各部会也要跟地方政府保持联络，提供所需要的协助，国军也会提供资源，中央地方相互合作，一起将灾害带来的冲击降到最低。这是花莲倒塌大楼的空白画面，那各位可以看到，其实云梯车都已经到现场，那属的特搜队也已经到达现场，协助救灾。那有四个县市，屏东、台南、高雄有40位同仁已经在林北机场待命，那全国的特搜队也都在局本部待命。